这次我们带来这个节目呢，它取自我们杂技剧第三战队的一个片段，最大的亮点是男女搭配在一起的这种力量的这种展示，支撑平衡，还有两个人之间的配合。然后我们女孩和一个男孩，我们在车动态的情况下完成一系列的这种高难动作，